若是好，啊，当中你阁有，但是阁要属于阁要阁交代无老超水平。是当中科目的问题，你若是超水平，不是啥？科目是竞争跟这个代志，爱甲你拼搏一下，若是超水平，不是啥？喂，你。真真准呢、欸！哦，出赛哦，一龙出啦，连续三个，就一龙出啦。讲高调，打讲伊个啦。哦，你我们去几多国家？伊今麦伊讲你哥啦，伊今麦讲讲，一年考我当总经理，还过什么？不要讲伊这边哥打你好。哦，你再讲你要背叛，你我都拢强的啦。这边有老副宰相来做请宰相吼，啊，地主是陈伟霆，这个是要代表庆祥店吼，要来维持咱这边，咱要去正义堂吼，要来去提供一个协助，替咱领起这个动作。就是讲咱即马，阮的团队伫个台语洋中的白楼前，吼白楼卡等候咱三公主的叫性格，阮来伫遐接一个接驾的动作。接完了后，这段路直刷刷刷刷刷，刷到杨江的庙埕庙前，我伫遐恭请三公主的尊神落轿。好，即摆金星讨轿讨完了后，好，即个人员我来准备伫个庙前第一楼等，等候阮爸爸咧升，先入去一楼禀报三官大事，就是讲咱即届伫外口江外的姓名是倒一个单位，啊，即届会代理什么会，禀完了后提出来，准备要去二楼。提供电要来去建桥，建起了后，我两边排班师傅会伫个中川门吼，两边好两好边伫遐准备伫遐等，等候时间到时阵来，阮爸爸会甲阮选入去里边内底两边排班，边走吼，经过这种样上底，是在案情吼，中外是正义堂，就会遵循在外面来候旨，好。即马会有志选志选正义殿，用三公主娘娘就会遵循立殿建架。即当时咧，就是旁志，即、这个要咱来服志嘛，即、这个志。你出去，我上好坐。我要你进屋，他坐位。我有话，就你们提供了电流嘛，好卡贵，这时间就用一旦关死，对，这是用掉。这是咋的？好，他是同时上，是死上。我吃醋。
我说好。没关系啊，没了，免吹啊，免啦，免吹啊。我们用北方车。没关系。北方风好。今嘛，二弟。今嘛是北方风。速做。慢慢慢 ，OK 了 ，OK 了。完了，咱开了，我都一视同仁的，哦，我慢点，就，那我就站起来了，慢，不要把你坐坐啦，没有的，坐，请坐，这道吼，咱管要可以做做的，啊，我们需要那个天线，装天线。你不是说要一个公事吗？我现在就在办公室。你不是说要星期五要办公室啊？这样就这样讲。好，请讲。因为这道就是咱每隔无时间，因为一定要有一个时间串，咱老我同后期都无，咱就我拍到啦。因为加班紧的时间来接啊，时间我就拖着，啊拖着你一直拖你咱。都好像在一间厝遐，也要偷电线，去拢看，所有时间拢在乱。所以咱即摆电线讲，较伫做个较好个时间，贵只。安尼徛阮口，我都留一个时间命，安尼。9:21就可以了。要等无？要哦，必须等住我讲。就是讲吼，咱即届就是咱主任要登去用用要建立来做，就是咱即摆纸要交入，就是要领纸，因为咱来复制嘛。复制这个时间点甲这个要卡过，伊是同款的。就是讲咱即摆金师兄请入来后，好，咱来看你讲像比如讲9:20，迄当时会甲比方讲，计甲迄个三主任先请出来，伫头前遮。去到阮爸爸伊会甲杨春的禀报，在案前即摆是进行三公钟的流，在殿前准备候旨，就是甲请甲旨请落来，先刷卡过。这东西是9:21吗？可以。因为这时间点很重要，因为咱即个要去做，就是这时间点了，去开这个会。是。嗯。安尼，阿来。就是对啊，我安尼就好啊。对，安尼等下当中有啥物，但是还要注意，还是还要用啥？大家要注意平安，不要惹是生非，哦，凡事都要忍耐。冇。我这边哦，但我即摆看到规组拢伫后边。还有事吗？怕要碰那個啥，要卡过那個人，想的。我要看啦，只要是正义殿委员就其中一位就可以。唔免，因为委员足济吼，来指定一个好，啊无，大家拢无，总变无公平，啊咧，吼，啊咧又要当作来指定发啥物啦？唐指定一个，两位女性，一位是公主娘娘的代言，一位是七公主的娘娘的代言。啊，老头很成立啊，好，由他们来主动，最恰当。我说啥？庞姬的，倒一个庞姬的。庞姬的。庞姬娘的，啊，搁一个庞兄弟的，有两个，啊，看倒是要指定讲什么派什么物件呢？庞姬娘。指令哦，由三公主娘娘的代言来处理。啊，像大陆迄个老王，七公主娘娘的代言，这个有迄个来路啊，我你即摆写来路就好啊。啊，即摆来，安尼金身，因为咱金身，咱就当下看啥物下落去处理啊。可以。啊，大家就是安尼，啊，尽量时间再配合落去，当我做啊，安尼。我非常注重哈、哦，那时刻3点要尽量啊，不要拖，3点至4点，哦，3点至4点，这头啊，那大尽量啊，因为要讲这时头时刻哈、哦。
对我们政党非常非常的重要，不能再拖，怎么拖不管，但我们就要时间要进来了。好，那个车杀掉，这有原因的啦，哦，这有原因。上课，我不能杀掉，中了来礼拜来对车啊了。原则上啦吼，咱来控制伫个三点十五分进去。可以可以，即缓冲哦，即可以可以。可以可以平日到三点半这时间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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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可以可以，这可以。啊，尽量我来当杀进前，我来搞，还是杀进前好。你没有事啦，好。哎，因为我们原本是想说可以在节目上去呈现那个玉同志您在旧馆，就是协进市场那边的问世的一些过程，但是因为变得我们今天是来看景，所以可能没有办法。而且那时候我有请龙哥跟玉同志这边禀报，就是说因为后来觉得不管是可能会造成委员的麻烦，或者说造成你们这边的麻烦，所以今天留意了。嗯，今天很开心。阿兰。你慢花语。来，这条你退行啊！你不要花语，你有鬼啊！我该讲，你不可能的啦！啊你，好，啊你看。